荣家上，你怎么总是想着我？ 这位先生，我有幸请你跳一支舞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也对，武云池那家伙做什么事都要拉着你。 也不管合不合你的口味，那个怎么样？你是拉皮条的吗？我是在向你表达我的诚意，我当初提的那个交易是真心实意的，等着。这位是李小姐。 在中华书局做事，这位是荣氏商行的大少爷，你们聊。哎，荣少是同朋友来的，是被拖来的。我也是被朋友拖来的，他也丢下我，自顾我而去了。看来，我们都是被朋友背叛了的可怜人呢。我平时不大来这种地方，也不大会跳舞。 荣家上，你怎么总是想着我？对不起啊，我要去见个人，我要去确认一件事情，抱歉。